住哪里？台东。台东人哦。台东哦。哦。啊，你是住人住住台东，啊，为你家己读书就对了，当做就对了。专程来看哦。对。啊。赚点学费。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同学。还有同学一起的哈。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现在这个从台东在那边住校，开销一个月大概多少钱？一个月哦。南部听说很便宜、哦，8000多吧。八千多要花那么多？8000，因为刚刚比较贵、哦。房租扣掉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吃住这样的。怎么那么贵嘞？难怪8000多还好吧？很贵哎。我们现在了解学生的生活。对呀、啊，在嘉义算便宜啦。对哦、啊。你到台北起码一个月要2万块。要2万块，要2万块房租。因为房租光住就不得了了。房租就1万呢。啊，你8000块怎么来的呢？妈妈给的、啊，妈妈还要给的、啊，自己去打工的，没有，假也没有，那就今天是你第一次打工了哈，赚外快嘛，对呀、啊，你要挑战谁？挑战，你要不是挑战，你要大选选搭档，张若昀，张若昀，好帅哥，选的帅哥美女，那是你来做还是他来跑？我可不可以做？坐上，你要坐着的。瓜哥，哇，你要坐还他来跑，都是一样的。他要坐着，他来跑啊。对对对，哦，那是一样的啊。对，5颗2000，7颗才3000。好，比赛开始，我们现在看到张若昀跳起来，没注意啊，快快快，第一下呢可以充满力量的跳。哎呀，这位女王尊啊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到底是高兴还是痛苦？他的表情，哎呦，使用了蜘蛛侠的低空侠套，哇，死磕了，看起来是不愧是低空。是啊，哎呀，血管都打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真的吗？我帮你弄回去。左手呢？没那么红。啊，左手，哎呀，血管，啊，血都打。不是你没关系，我们心痛啊。对呀、啊，血都打出来了。真的哇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红包给，哎，家的啦，红包你的，喂，哎，同学，红包也不拿，对。张若昀跑得那么辛苦，你看看你在干什么？对。对，女生都没做到嘛哈，博宇没做，我们找个胖子来做博宇好。啊，我好啦，好玩啦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博宇很怕气球，我们更需要找个胖子来做。有没有比较壮硕的？这样声音比较不大。有没有比较壮硕的？哦，来力的力的。有没收骨？你去更叫呀？有。啊，今天辛苦呢哦。啊，今天更是什么型？那个沈阿妈。沈阿妈来家哦。碰过来，看你徛过咧，看你伫流水暖呢。我打算是找你啦。我介绍一个水给你，这个好。博宇，赞啦，水啦，水啦。这个你爱来照呢，你来照我了，2000哎。我大挂边来照，都是你爱来照啦，好不好？我叫伊博宇来接给你，好不好？尽量尽量哈，预备。嘿，收收，小姑娘，我听我一句话叫，亮丽丽一点叫，好听我温暖的叫，害羞，不知要去哪里。谁找我？好嘞，我是引导的哈。谢谢。不，你改高。不啦，我这边是高标。好，我给你观察的艺术。改高啊！不啦，你高，你高了。这里也急啊！这里也急，你不要乱用，我给你。好，你看他高标的了。好的。我一边高标了，好等。你改。好，这样哈。谢谢。好，你高，这就耽误时间了，处理一下。谢谢。